他大半夜不睡觉，瞎闹腾，别理他。我看看。哎，走，咱喝酒去。走吧，我看。哎，咱走。住手！快放开他！ 七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巧舞恐怕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，你小心一些，夜里别睡时了。我就在外面盯紧线。多谢你，陆侯，谢谢您让我回来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为报。 啊，奴婢甘为您做牛做马。你该庆幸，在这世上还活着的人，只有你见过他。谁？当年你逼死了我的梅梅，这么快就忘了？那个野丫头，她不是掉下悬崖摔死了吗？ 求神仙保佑他还活着，要不然你得下场会被现在凄惨一百倍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侯爷，七姑娘以杀人罪被关进大牢了。好好看看。 谁干的？侯爷，是谁杀了他？回侯爷，是犯人乔武，现在已被锁在刑房。你们两个，去把自己关到刑房里去。是。妹妹，妹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不死他们！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梅梅，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梅梅。我知道你恨我，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，你给我一次，就一次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陆侯爷，这里实在是简陋，不适合您身份这么尊贵的人过来。你，陆家轩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终于肯叫我名字了。你放开我！妹妹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 陆侯，您不能带走犯人。告诉府尹，人我带走了，有任何事情到安北侯府来找我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陆家轩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把人放下。三哥，放开我！又是你，我已保他监外候审，不劳侯爷费心了。放开我，三哥，你放开我！今日我要带他走。 谁挡我，我就杀谁。在下奉陪。不要，三哥，不要，不行，三哥。
若是你今日伤了我三哥，我不能替他复仇，我便以死相随。 若有人出事，陆侯想清楚了如何交代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让他到安北侯府来找我。你放不放？若是你不放，今夜我就死在这儿。姨宁，你有人命官司在身上，罗府护不住你，我可以。我没杀人，不需要你护着我。 自己去找乔小娘的，还疼吗？救我的人也是三哥的眼线吧？唉，他们也没做好，让你受惊了。姨娘，姨娘。 七姑娘应该是撞到脑子了，才会眩晕。老夫这几针下去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回头再让人送几丸活血化瘀的药丸来。多谢李大夫。啊，有劳李大夫了。啊，好。有劳了。哎，请。母亲，谢谢您一直以来这么相信我。其实这次。 你父亲也很护着你的，他特意不让人去找尸体，还写了指保文书。那个大娘子，辛苦你照顾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多谢父亲。你好好将养着，其他事情。 你不必管，你也出去吧，杵在这里做甚？